早安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上华文课，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复印书出来，我们来打开第十九页。好，我们翻开了。好的，同学们，我们翻开了，我们来读上面的字。我们一起读：把和上图一样的图圈起来。上图一样的图就是这个。好，我们来看谁和它一样的。这里有四只虫，我们来看第一条虫。这一只虫跟这一只虫是一样的吗？身体一样的，然后身体有圈圈，又有眼睛，又有脚，一样的。好，我们拿铅笔把这只虫圈起来。好，我们圈好，我们看下一只虫。这一只虫跟这一只虫一样吗？身体有一点不一样，它有圈圈，这里没有圈，这里有脚，它的脚，它这里没有脚。眼睛，眼睛不一样哈，这个眼睛小小的，这只眼睛有点大的，不一样，我们就不要把它圈起来。我们看下一只虫，一样的吗？有眼睛，身体一样的，然后有圆圆的，然后有脚，他们是一样的，是吗？是的。好，我们把铅笔把这只虫圈起来。好，我们圈好，我们看下一只虫。这一只虫跟这一只虫是不是好像有一点不一样？还有两粒眼睛，这个只看到一粒，然后嘴巴不一样，然后它的身体有圆圈，这里没有，这里有脚，它没有脚，是的，它们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把它圈起来。我们把这两只虫圈起来。好，我们圈好之后，我们来读下面的字。我们一起读：虫虫虫虫。好，我们来算虫有几幻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虫有六画。好，来，同学们，我们来写虫正确的笔顺。竖横折横竖提点，竖横折横竖提点，竖横折横竖提点，
我们再写多一次，竖横折横竖提点。好的，如果写完这一面，我们翻开下一页。好的，同学们，我们来翻开20页。我们一起来读上面的字：把叶子和相关的植物连起来，然后把叶子涂上颜色。好，这里是叶子，这里是植物。我们来看第一张图，这个叶子是长的，也有一点大。我们来看这一张图，这里的叶子跟这里的叶子是一样的吗？同学们，还是这个叶子和它是一样的？这里的叶子是小的，所以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叶子和它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这里的叶子有5片，也很像星星，所以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一张图跟它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拿出铅笔把它连起来。这一棵是香蕉树，这一棵树是香蕉树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张图。这只叶子是有5片叶子，而且它像星星。我们来看，这棵植物跟它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这个是小叶子。那这个叶子和它一样吗？是的，一样。我们把它连起来。我们看下一张图，这个叶子是小叶子，这个叶子和它是一样的，是吗，同学们？是的，那我们把铅笔把它连起来。这棵植物是玫瑰，这棵植物是玫瑰，这棵植物是木瓜树，这棵植物是木瓜树。好，我们连好之后，我们就把这叶子把它涂上颜色。我们把它涂上颜色。好的，我们把它彩色颜色之后，我们来读下面的字，我们一起读。叶叶叶，我们来算叶有几画，我们来一起算，一二三四五，叶有5画。好，我们来写正确的笔顺。好，来，同学们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竖、横、折、横、横、竖、竖、横、折、横、
横竖竖横折横横竖，我们再写多一次，竖横折横横竖。好的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的华文课就上到这里啦，你们要做功课哦。好，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